写的，但是它里边写说什么 Salam Alaikum， 他说，然后希望我能够一切顺利，这是我的名字，看是我的名字。机场，今天是录制花儿与少年的第一天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现在要去机场和同学们见面，就是希望快点回去。我现在完成我的第一趟旅行，就是从北京到广州，然后现在这班飞机上的程度就是我们俩刚才大睡特睡，不是我们俩，大家都大睡特睡。现在录音师都清醒过来了，还有拦截我的前面。哦，我靠！好的，这三步到底。我们在送快递的路上，现在到了最后一站，我们到现在是本地的10:30，我们送到第三家了，第二家没人办。好，等我们送完这个快递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去吃饭了。现在来到了第三家快递的家里，对，家里。我们坐在这边。这是节目组，哈喽，现在一大早，哎呀妈呀，我俩这脸准备出去买咖啡，真的，我俩估计一出来这脸就干了，哎妈呀，好晒。我们这面膜还有用吗？这么敷啊？回去哎，摘下来是个壳，姐。摘面具，对，是个壳。哎，我咋记得就在旁边来着？哎，咖啡哪儿去了？哦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呢。哦哦，我们俩本来打算买早餐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订早餐，所以现在只能买个咖啡。完了完了，人家都在看咱们了，啊、开始了。这是啊，那个 take away 带走的。对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。少一点，咱俩来了。嗯，好热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。Thank you.
观察强大的太阳风暴，您可以找到极光追逐活动的最高点，即日冕，一个充满光线和色彩的天空。是 Dio 814 Dio